我找到地底人欸，异族。地底人？异族？对，异族。这么酷哦、喔！有啊，这边有个地底人，他刚躺在床上，结果我不小心把他床给拆了。然后他醒过来，对，他是醒过来。他有没有生气大怒，然后揍你？没有，我还打他了一下，就他叫我说不要打他。我是无辜的，请不要打我。哇，外面的雨下的有够邪的，我好夸张的。你好湿。这里的树都被小白砍完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在左边。哎、欸，对，你们走到一起帮我砍，帮我砍。哦，集众人之力哦，是想要树倒了是吗？我看一下合成火把要什么东西？要木头，要木头，煤炭，跟会处理的木头吗？其实我有点忘记，哎，有坟墓哎，要木板哎，要木板，不是木头，那是处理过后的木头，对啊，要处理制作一下。你们煤炭是都不拿的，是不是啊？有啊有啊，做一些火把来，哎，砍树砍树砍树。连砍一棵树都这么辛苦，各位先生女士，我们的家文，我们要走两个人一起砍，效率比较高。哎，我怎么路过就捡到树啊？恭喜你！啊，我们家好了，三人之力，我们有家了。是哪叫家？等一下啦，先挖一个地方让我们进去好不好？我想说你连背景都没有，这哪是家？等一下，背景。这个只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已吧。而且你也把地整平吧，帮忙吧。我看我们现在要多所批评哦，小白哦，没啦，不加。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我把泥土放到背景去了。哎，冷门，你知道你把木头超过了吗？上面有一块凸出来的。谢。好，为什么不装备？耶，这样有了，哎呦，好像真的有哦，真的有家的感觉了。我来做合成台，合成台有好多箱子哦。有了，合成台。有了，这是什么？有，我把木板。这是一个笑脸吗？这是合成台，想不到你看得出来，还没有很失败吗？总觉得有种浪费火把的 feel， 总感觉有点浪费火把。一个平淡无奇的木制平台，这个是我们要做木门哦。你看，超强的东西出现了！哇，有木门哎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快就做出来了？扣扣扣！请问门要怎么开？一，重点是你外面要下去，外面要挖下去。一哦，对，你先把外面的泥土给下降一点。哦，哎，你们不要把门给拆了。一，你看，哦，有了，不要玩门，谢谢。哇，好爽哦！会坏掉，好感动哦。奇怪，这根火把怎么没有亮吗？好像可以关掉和打开吧。连火把都可以关掉打开、我有个东西可以用。对，你靠近它按一，它就可以关掉和打开。木门，我要做木门，我要再做一个制作。好，外面好黑哦，我现在只能做两根耶，有点，怎么好像有一种高科技的 feel 啊？高科技、啊。为什么木门为什么放不上下去？哦，再帮我还要再挖掉两格，木门太高了。奇怪，为什么还是不行？又少了一个。这样放看。有了，想不到放个门都这么辛苦。亮亮、放个门而已嘛，干嘛这么辛苦？避难小屋完成，避难小屋没有东西了，会的东西要少，做一把弓吧。做一把弓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看到有一个那个给我了一把这把武器。为什么？没有欸，我没有看到弓欸。那东西怎么那么猥亵啊？什么东西？你做了什么东西？哇，你的那一把好大只哦！你从哪里掏出来的？那个，你为什么在你的？要不是弟弟能给我的，要不是你，你是女角色，这个那个姿势实在太怪了。你这是在
还好你是女角色，往前搓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坐着坐着椅子哎、欸，还可以睡觉哦。哇哦，要床。我觉得我坐在这好像背景哦、喔。那没有，我们哭哭，我们哭哭，我们哭哭。那个我把那个装备放在那个箱子里面，左这边还有一个武器，也是那个异族给的。真的吗？这边吗？这里？要怎么开？有看到？要怎么开？按一，滑鼠移过去，按一。哦，滑鼠要移过去。我借用这把小刀，感觉是个有用的男人。哇，这一把，这一把好长哦。一，好多东西哦。我手扭到了。你手扭到了。我是不是应该要把一些东西放进去，放进去箱子里面？哇，这么强悍哦！你们这么快就盖好一间小屋了。其实他就是走，你就按住，然后就走过去，他就一排了。我要拿起来，我要拿出这一根长矛。那边我们要把这棵树砍掉吗？哦！什么东西？我来帮你了。他会喷东西，他会喷，他会喷很恶心的东西。呜、哦，好痛哦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对了，我帮你放一张床，有了，露天床，露天床，露天。好，睡觉吧，睡觉。我们为什么要睡在这里？把你的床拆掉。我们应该要盖一间房间，有四张床可以睡。有玉米耶，有玉米。我说，拜托，谁可以把灯打开？按了、喔，我帮你们点灯好不好？我帮你们点灯，所以没有东西。我觉得我的功能好轻松哦，就帮你们点灯，有没有？你拿火把可以插啊，这可以插火把，这可以插火把是不是？到处插，啊、都可以插地板啊，地板可以插火把。等一下，那只会喷东西的怪物在下面，那又如何？去打，去打，去打，去打！它又开始喷了吗？我要来戳它，就是戳，戳，有鸟。戳！我戳！我戳！哇！损失20滴血，是摔伤的。哎、欸，绷带啊，试一试。损失，太好笑了。耶！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太阳出来啦！太阳公公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幽灵了。有什么？有遗迹、啊。可是好像有怪物。哇，下面好多东西、啊。有人坐在里面哎、欸，他会不会攻击我们？这是商店的吧？不是啦，这是商店啦、啊。哦哦，可是不要打他哦，千万不要打哦。不是，是不是？你在讲啥？弄英文呢？我这里有卖东西哦。他竟然在这边露营呢、欸！不知道可不可以把他床拆回家？啊，把他家拆了啦！把他家把他东西拆光光，那个火一样，你们也要啊？他好像要叫你，他好像要叫你带他去哪里？他要去哪里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没空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小白都把他的家拆光了，我觉得他好可怜哦、喔。等下他好像在跟着我们走哎、欸，有吗？这种感觉吗？有，他有跟我们走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你把是谁带的他？走了啦，不要让他一直往下掉。怎么会变我？带他走，带他回来。他正在跟着我们走哎、欸，他想干什么？你们往下走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洞窟哎。欸欸、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神奇宝贝来了。神奇宝贝，神奇宝贝，神奇宝贝，戳！哎、欸，他，我戳死他家到底有多，他家到底是有多长啊？他说不要杀我，我刚刚不小心戳到他了。你是不是被超级？哇哇哦！喂哦！不要一直拆我的下面。啊啊！他的家好大哦，他的家比我们还好哎，怎么会这样哦？怎么传送我？来，哎、欸，他只剩2滴血了、欸，他死掉了，他很快就要死了。哎、欸，不是把他丢掉。哦，去！你的东西。我剑传给小白啊。是哪？是的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、哦，这什么鬼？有、欸、多了好多东西哦。不、哦，他家下面怎么？我看他剑了，那个冷梅你的。他家下面有什么？我要怎么丢出去啊？对，他家最下面还有帐篷。我要怎么治疗他、啊？他家下面有蟑螂。他家下面有蟑螂。我不能治疗他哦。他好可怜哦、啊。我把东西喷好远。我要成为一位狩猎者，于是我要拿弓箭。他家下面有什么？
帐篷。好黑啊！你们在下面吗？下面根本是。请问你奇怪你们是怎么下楼梯的？哦，按下。怎么像摔了？按下是不是？哦，就是按那个 S， 然后加空白键。等一下，秋风好像掉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这里有湖哎。哎呦！我好像有恶心的东西跑出来。哎呦，他在打我。我没血。我剩两滴了。今天不能放。有了。哦，不能力啊！他杀死我！你应该可以传送我们吧？传送我们三个，其中一个我们都在这边。我失去了30%的塑像。他们的塑像好像就是游戏中的钱。对，钱钱。对，對我终身。钱钱可以买枪、买子弹。对对对，也可以买衣服。你要吗？我要终身。等一下，不，不要打我！传送。哦。野熊好像死掉了。没有，没事。我来了，叫！为什么要戳我？因为我刚刚掉了泄愤下。这里有没有问题啊？我们上去了吧？怎么那么难啊？我记得第一代，我们之前晚上没那么难哎、欸。我们之前玩超简单。对啊，就两种怪，为什么又有神奇宝贝？不，现在已经改版了，更新了。现在是跟神奇宝贝合作是不是？哦，欸、走开！我戳死了，戳死了，戳死了，戳死了！一个宝贝球要怎么合成？有神奇宝贝球。神奇宝贝球要怎么合成？好像要升级到飞船。神秘的女人就出现。我们可以收服她哦。可以啊。这么爽哦！等下等到飞船好像到三阶修复的时候，那个女生修复成这样，我们现在有几阶修复了？一阶都没有。哎，你们在哪里？外面。外面了，你没有听到外面了？这下面还有东西哎、欸，它有门哎、欸，它居然有门！我们为什么不要拆它门来用？可以拆啊，可以拆。它这个好像像这个瓶子都会掉一些像素。哦，下楼梯好难哦！往下，然后按一下空白键，按一下空白键是什么？带了一个妹子来给你，她叫做菜菜。按在哪？地底下，哇、哦，有了，好恐怖、啊！这边攻击射到吗？刚刚那个，戳，我戳，又来了，神奇宝贝又来了，大只，好大只哦，不是问题，都解决了。你们在刚刚那里还是在另外一边？我们在刚刚这里耶，他家很大哦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我们住在他家就好了，我们干嘛？超方便的、啊，这大了吧？真的啊，超级大！有钱人的家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地下还要搭帐篷啊？怎么回事、啊？好像、哦、好暗，好暗，好暗！家真的好夸张哦。被人没收刮走。这个打不开吗？可以啊，按一，按一是不是？我是拿到这把武器，把它拆了。按一哦。对对对，有怪物，有怪物。哦，他掉下去好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竟然上不去，哦哦哦，上不去就用叠的，按一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、哦，治愈效果，哦，它是有特殊效果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有时候是伤害，有时候是补益，原来如此。我们要上去了吗？好啊、我们好像不小心跑到更深层地里了。我现在好像已经变完全迷路了、欸。不会不会，跟着我走。好，秋风没有没有，你把这里的路封起来了。哎、啊、哎、欸，这到我们一开始挖的地方啊。对，难怪会迷路。你为什么一直猛插火把？哎、欸，因为我在插火把哦。奇怪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走吧走吧。哎、欸，怎么过不去？哦。这里挡住我们了，那个横梁。走这，走这。我们回到我们的小屋。这个人走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女生好奇怪、啊，她会莫名其妙就出现，然后莫名其妙消失、欸。她哪是女的？她明明怎么看都像男的。好吧，现在她喜欢上你了。真的吗？跟着我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好，大家回家，大家回家。哎、欸，她爬不上来了，你体力不够了。哦，她不行了。
啊不行啊不行，这么嫩，那算了。我戳死他了！欸、记得这颗星球是哦，我们找到一个，又找到了一个什么鬼东西？哇！这是什么？相信我可以射到它。有放有箱子，不要往里面、哦。为什么他们这些怪物都有技能啊？我记得以前没有哎、欸。哇！现在怪物越来越强了，还有技能，超强，超强，超强！耶、欸，完成手艺了，我能使用合成桌子。我可以把墓碑带回家。教学课程二，手艺课。手艺课。手艺。手艺课。他真的是写手艺课哎，为自己做好准备。哎呦，食物大挑战。所以我要去烧肉了、啊，我要去食物大挑战。